小小会客厅接待大嘉宾，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都市会客厅，欢迎您订阅、点赞并转发我们的节目，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我是主持人林希彤，今天我要采访的嘉宾是美国联邦海关的一位华裔警官哈维尔·白浩。在他37年的生活中，一半的时间成长在中国，一半的时间成长在美国。他的人生经历并没有那么的波澜壮阔，成绩斐然，但他的成长轨迹是很多80后华人在美国生活扎根的缩影。他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他又可以随时切换成纯正流利的英文。他赤诚善良，勇敢正义。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哈维尔·白浩的成长故事。欢迎你，哈维尔。哎，你好，希彤。哎，大家打个招呼。哎，大家好，我是来自洛杉矶海关的哈维尔·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哈维尔，你是19岁来美国的，对吗？对，我是19岁高考之后来的美国。你是属于第一代移民呢，还是属于第二代移民呢？我觉得我既不属于第一代打拼的，又不属于第二代。ABC 在这边生的。但是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然后又来到美国融入社会，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1.5的黑移民。你的定位很准确啊，有零有整的。那么你到美国来之后是属于工作呢，还是学习呢，读书呢？刚刚来的时候，我是和身边的朋友都一样嘛，刚移民来的时候，我在上午去学语言，然后下午找了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半工半读。对对对对对，是半工半读这样。那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长时间啊？大概有1.5年的时间左右。那你后来去就是继续学业了，还是开始全部工作了呢？当时呢，就是在看报纸的时候，刚来嘛，看报纸的时候，然后很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看到了报纸上美国海军的征兵广告，然后那个时候刚刚小男生嘛，之前在国内看过很多好莱坞大片，然后讲的是美国海军的美国美军的故事，所以说就有一个憧憬吧。所以你去当兵了？对，所以说我去报名参加了美国海军。对。哇，那你当兵有去过很多地方，你是做海军对吧？对对 对。那你有出海吗？有出海，我是2011年的时候跟着我的那个军舰 USS Green Bay 绿湾号嘛，然后去到了中东那边打海盗。哇，很酷啊。嗯。所以你走过了很多个国家，去过很多地方啊。那有一句老话说啊，就是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觉得这段经历它帮你实现了志在四方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觉得中国有句古话嘛，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说我是先去行了万里路，之后呢又回来去读了万卷书这样子。所以你后来又回到校园了吗？去读书了。对。那你学的什么专业？我学的是土木工程。2012年从部队退役下来之后呢，被海军送到了加州州立大学，然后继续这么一个学位的深造，然后最后拿到了土木工程的学位。哇，因为土木工程是著名的难学，因为我也有同学他读土木工程专业的。那你通常这个专业要几年毕业？跟正常大学一样是4年毕业吗？就是别的专业呢，我知道有3.5年拿到学士学位的，但是土木工程的话通常会是5年左右，但是我用了6年的时间。六年。但即使这个过程我觉得就算是很长呢，但是结果是好的，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对吗？可是你目前为止从事的是海关的工作，咱们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为什么会去做海关这份工作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为自己的人生规划还有职业规划并不是这样的，是本来想着土木工程学位拿到之后呢，然后回到海军里去做一个职业的军官，美国海军的土木工程军官，和专业相符。对，和专业相符，因为我本身喜欢这个。但是后来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说就不能去调派到海外。然后我本人呢又是这种有恩必报的一个人，然后觉得这个国家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OK，
我想用自己一些年的时间来回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所以说想来想去，海关是一个平衡点，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美国海关。Howard 真的是有一种东北汉子的这种感觉啊，有恩必报，我有听到这个词，但我还听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哈维讲说他想用一些年的时间去回馈这个社会，回馈这个国家。那既然你选择了这份职业，为什么不是用你一生的事业去一生的事业呢？为什么是你要一些年呢？之所以选择一些年，是因为我还想让我的太太我的家庭有在物质生活上过得更好，因为现在这个工作老实讲赚的并不是太多，所以说我想在适当的时间去自己创业，让自己的家庭过得更好，让太太可以过得更开心那个样子。屏幕前的男同胞啊，我们不管说 Howard 最终他有没有一个赚很多钱、事业非常是不是很辉煌，但是这个态度是值得我们一起点赞的，给你点个赞啊，Howard！谢谢，因为是人长得不够帅，态度一定要端正。你真的太可爱了，Howard！听说你的太太是你的高中同学，对吗？对的，对的，我的太太是我的高中同桌，我们两个认识很多年，很多年，就是上学的时候。一直都很喜欢她，而且她一直都是我的女神，真的，我就是很真，此生挚爱吧。哇，其实前几天啊，我和我的搭档林平在做另一期节目的时候，还有讨论过就是关于婚姻的这个话题。那么王力宏他最近离婚了，就在前两天，黄晓明也官宣离婚了。其实现在整个很多时候，我们对情感上并没有那么太大的希望，包括婚姻都没有太大的期待。但是今天 Howard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婚姻作为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很具有普世价值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用心的去爱自己的家庭，用心的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奋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儿。所以 Howard 你要加油哦。好的，谢谢。那我们聊回到你的生活啊，聊回到你的工作。咱们因为你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一点点神秘又有一点点很多好奇的地方，那今天正好在这个直播间里，我想问一下 Howard， 你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屏幕前观看直播的观众做一些关于出入境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呢？可以，但是你不可以问非常一些敏感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OK， 我可以问，你也可以选择不回答。OK 吗？可以。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认为可以带，但事实上不可以带的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对于绝大多数的旅客来讲，就是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不要带到美国境内，对于新鲜的水果跟蔬菜，大家要记牢啊。对，尤其是从中国来的旅客，中国来的朋友们，中国的橘子是不可以带进来的，即使不管是生的、熟的还是橘子皮，都不可以带到美国来。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想说是处方药，抗生素。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中美的法律不同。要求也不同，有的抗生素在中国是合法的，但是在美国联邦法律下，有的抗生素，有的处方药呢，它的成分是被联邦管制的，所以当你带进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触犯这个法律。如果触犯到了法律，一定超过一定剂量就会触犯联邦法律，这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也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所以处方药千万不要带。还有什么要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呢？还有一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猪肉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都不可以带到美国境内，就是猪肉生熟都不行。对，北方的小伙伴喜欢带一些干肠啊，东北的喜欢带哈尔滨红肠啊，这种东西都不要带进来。我入境的时候，我妈就总喜欢给我想让我带点红肠。对，这些都不可以。还有什么？比如说肉粽啊。有的小伙伴喜欢吃那个双黄，国内的双黄白莲蓉啊，你带月饼可以，但是不要带有蛋黄的月饼。然后有的某些区域的小伙伴很喜欢吃红油火锅，牛油火锅的那个牛油火锅底料也不要带进来。
所以我看你在讲话的过程里眼神有丢丢的无奈啊，是不是你端午节蓝肉粽，中秋节蓝月饼？基本上是这样，还有就是某些航班会有很多人去带火锅底料，整个一个航班每个人都带了。所以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注意了，因为尤其是像在洛杉矶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华人超市、亚洲超市，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你想到的想不到的食材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通过正规的进口的方式，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从家乡自己一兜一兜的往这边带，因为你这样子会给自己的入境造成很多的困扰，对吗？对，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就是在你入境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短片，然后看一下，然后如果你不小心带了你可以告诉海关的官员然后去扔掉，千万不要在机场自己扔掉，因为这个也是触犯了美国的法律。所以大家要注意，那今天这个小视频真的是干货还挺多的啊，有很多你可以拿小本本记下来。那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觉得不可以带但事实上可以带的呢？还是先举食物，就是海鲜，熟的海鲜你是可以带进来的，像鱼啊、一些生蚝啊、鲍鱼啊，这些熟的你是可以带进来的。然后呢就是想说的就是带现金，就以家庭为单位的话，如果你带了超过$10,000，你只需要申报一个 FENSIM-15 这个一个表格，不管你带多少钱，只要你填了这个表格，海关就会放行你，所以说这个不需要担心，旅行支票也是一样的。所以多少其实多带多少现金都没关系，都是被允许的，只要我们填了申报，对吗？对，只要填了申报就不会被海关没收，是这样。OK。还有就是有的小伙伴是刚刚从国内移民到美国，然后呢，有的人会把家里的毛孩子留在国内，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你完完全全可以把毛孩子带到美国来，你只需要跟兽医去开一份中文开一份英文的那个疫苗的证书，然后呢再去做一些检查，你是完全可以把他们带过来的。你知道吗，你的这个提示真的好暖心，因为很多要移民要搬家的一些人士，他没有办法，他觉得不能带，他会把他相处多年感情深厚的毛孩子留在国内，这种是一种心灵是很受伤害的，尤其是我们和毛孩子之间都会很受伤害，所以宠物是我们的家人，你可以带他一起来到美国，一起开始新生活，千万不要抛弃他们，遗弃他们，对不对？对对对对， okay， 没有必要去抛弃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那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入关的时候怎么样跟海关人员沟通才会比较顺利的入关，不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呢？在我看来就是两个字嘛，坦诚。当你入境的时候，你只要跟海关的官员做到坦诚，你很正常的表明你此行的目的地，然后去跟他做一个良好的沟通，就会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觉得英文不太好，或者是英文有问题，沟通容易出现误会的话，那你可以要求给你一个翻译，然后就会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但如果你觉得你沟通有问题，就会造成一些误会，不必要的误会，这样甚至有的会给你送到小黑屋，那么转机的小伙伴呢在那里等几个小时，这样真的飞机也 miss 掉了，然后就会很麻烦。小黑屋是很多华人的噩梦了，所以大家千万要听白色的话，咱们做到坦诚，我们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就会是有一个非常顺利的完美的一个旅程哈。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华人，你对华人会有特殊的优待吗？不会，我不会。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是一个执法者，我是一个联邦的执法者，所有的旅客来到美国在我的面前一视同仁，我会做到公平公正，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执法者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呢我本人在私下里我会做一些非常科普类的小视频，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 对，我有看过你的科普小视频，我有看过他的科普小视频，因为那个时候瞬间东北欧肥婶就是他，对，然后我瞬间他在抖音上一下子短期内变得很火，单条视频有几十万的浏览量，有几万的点赞，但是很快他又消失了，就是没有再录抖音了，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本身是想让大家避免一些误会嘛，入关的时候，但是呢，私底下会有很多人问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又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嘛，所以说最后还是决定权衡一下，还是决定先不做了，是不是这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对吗？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蛮有火的潜力的，而且你还有一颗想红的心，对不对？对对对，因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这么多人一下子关注过，所以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真的Howard有一种东北男人特有的那种幽默啊，而且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气氛呢也是特别特别的欢乐，非常感谢呢白婶能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他的生活跟他工作，尤其是今天分享了很多的干货啊。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来的时候，嗯，你们说那个小小会客厅就是讨论迎接大家迎接大嘉宾，但是我真的不是什么大嘉宾，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基层的公务员，你知道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就有一点点紧张，你知道吗？不会，其实我也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也不是这档节目真正的主持人。哦，真的吗？彼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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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谢谢谢谢，我也是觉得特别的感动啊，因为作为一个参赛的主持人，你知道吗，其实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没有被评委再那么严厉的批评我了，我就已经余愿足矣了。真的，其实呢这个就跟我们的生活是很像的，因为在芸芸众生当中呢，我们都是普通人，也许我们的人生不见得有那么多辉煌的成就，但是Howard让我看到了平凡人的努力和担当，看到了他身上闪耀着的爱和勇敢的光。Howard，明天就是咱们中国农历的新年了，咱们一起提前给大家拜个年吧，好吗？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龙腾虎跃、大吉大利。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大吉！虎年大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拜拜。拜拜。拜拜。